谢谢我们的大会司仪，鱼米之乡四根庄啊，逍遥自在。各位四根庄的兄弟们、姐妹们，来耶！阿美好，我很喜欢来四根庄，更喜欢来这边跟大家讲故事。马来西亚最近，近这几年好像国音不济，国门不兴。我们出来一个很厉害的首相，赖席敦赖产。这个首相厉害什么呢？这个首相是真真正正名副其实的以塞族百家宅。这个首相上台以来，他只会什么？你看从东过来。拿进一上台，马上从2000亿开始，到今年要2739亿，而且每一年都不够，每一年都是赤字，赤字比慈禧太后的长脚布还要长，已经18年，马来西亚钱不够用，2739亿，拿进花钱在哪里？哈哈，拿进厉害，那怎么花钱？你看人家政府首相新加坡的总理啊，出国李显龙出国只是做 business class， 我们政府首相头等舱跟商务舱不能坐，坐了屁股会痛，一定要坐私人专机，用的是人民的钱。两个政府首相有几辆私人专机？不是一辆，不是两辆，不是三辆，有9辆。我不知道他一屁股要坐几辆飞机，一年养这一班飞机就要1.82亿。所以如果要调整国家预算，第一个就是卖掉不需要的飞机，放干净飞机，对不对？这才是以民为本，不是以民为本。第二，拿去什么最厉害？最厉害花钱还不要紧，最厉害借钱。最喜欢的阿欧姐，我们讲打老虎，拿去一借不是借少少哦。马店走的时候留了多少钱？留了多少外债给我们？2000多亿。阿杜拉走的时候留多少？3000多亿。现在拿去一来，不到5年啊，借了多少钱？5689亿。2900万，刚好分给大家。新的一年，山羊开泰，洋洋得意，恭喜发财，一件有份。每个人不是分2万，欠2万。每个人欠2万，你一家有5个人就欠10万。当然不是现在还，慢慢跟你算。总之是黑狗偷吃，白狗当灾。那就借了5689亿。这个只是政府借，他下面还有一间公司叫做很美丽的名字，一马发展公司。他发展，我们发展是为了下一代。你看阿斯宾阿利啊，发展是为了下一代，国家的发展也是为了下一代，但是是为了什么？下面的口袋。所以他一个1MDB， 一间公司成立5年。那去昨天晚上还可以干拐水倒风，他接受这个 DVD 刚是误访问的时候，他说我们政府其实大家对 1MDB 不必担心，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1MDB， Government only invest 1 million and now we have 50 billion asset， Don't worry。 各位，他说我们只投资100万，现在就有500亿的资产。你以为那些真的是 David Copperfield啊，可以变钱啊，100万会变500亿。他讲话讲一半，学到林良师那一招，话到唇边留半句，动我不动尿。
他跟你讲说是投资100万，但是后面借了423亿，还不要紧，政府还帮他担保了166亿。什么叫政府担保？就是如果万 NDB 不能还，找谁还？当然不是找邓章清啊，也不是找拉斯密，找谁还？我们全部要还。他们借钱做生意，无本生意，然后由我们来还。从来没有一个首相像他这么厉害借钱，他会花钱，他会借钱，但是他不会赚钱。你看他去，那就有做过工吗？他毕业出来还没有毕业，在英国读书读到一半的时候，他的那个首相父亲杜拉萨已经是对不对？他就回来奔山，奔山出兵过后，南京做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南京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21岁的时候做彭亨州的州务大臣，21岁做州务大臣。第二份工作做什么？第二份工作做副部长。第三份工作做什么？第三份工作做部长。第四份工作做什么？第四份工作做副首相。现在最后一份工作，我相信他是浪漫神话最后一个首相。最后一份工作做什么？做首相。所以你看，做州务大臣、副部长、部长，然后到首相，南京有做过工吗？他有赚过钱吗？没有，对不对？他不知道赚钱的辛苦花钱一流，因为花的都是人民的钱，所以在他的字典里面只有花钱，天下没有钱不能解决的问题，一有问题派钱，一有问题派钱，派谁的钱？派你爸爸的钱，对不对？那你看，哇，你们大家拿到爽话，过年了之后要拿这个 bling 啊 ，bling 不利，马店讲 bling 那是往上度我们的钱。bling 啊，谁的钱？我告诉大家，如果国家有钱，好像中国家外汇储备高达38400亿。派一点点能够上上水不来一次，对吗？反正国家有钱，派一点给人民是应该的。好像香港派给香港市民1600块，好像澳门派给国家叫国家花猴 National Bonus。 我们马来西亚他也派，他看到中国派、香港派、澳门派，他也来派，但是他不是拿国家的盈余来派，因为国家已经赤赤年年欠债累累，只能够做什么？借钱来派。全世界只有索派才借钱来派钱，对不对？那么威的阿龙来得早到门口了，就借阿龙来派钱。这就是我们百大宅的首相做的丑事。汽油起2角钱的时候，他说国家省了44亿，但是派 bring 一派派了56亿。他说马来西亚的人收入很高，很快就会达到高收入国，2020年先进国高收入国，但是申请 green 的人高达780万，超过65%的马来西亚家庭全部去领 green 拿出往上入门的钱。所以南京是最会花钱的首相，最会借钱的首相，最会借钱来派钱的首相。他还有一样什么东西？他上台以来，我们没有看到什么，一想到那件就想到什么，很多人一想到那件就想到罗西麻但是我想的不是罗西麻因为我对他那种45的身材没有兴趣我对他那个好像金庸小说笔下的金毛狮王的发型也没有兴趣但是我们不得不感到担心的是，那件一上台以来几乎没有一样东西没有起价，对不对？他一上来，油就起，白糖就起，电就起，面粉就起。所以啊，我告诉大家，这一个首相只会起价，不会降价。你看今天油已经从120美金跌到50美金，对吗？一桶少了70块。我们过去我们的这一个的那个 DMB， 噜噜喵喵那么 LLM。Orang kata lembaga elektrik negara, tapi bagi saya nama sebenar LLM lambat naik. Lepas tu tukar nama jadi DMB. Apa itu DMB? Orang cakap tenaga nasional barat. Bagi saya bukan tenaga nasional barat. Dia apa itu? DMB terus naik banyak.
Tapi tengok, ila kata elektrik ada turunan. Ada turunan. Tak ada turunan. Kita lihat pagi ini laporan PLSC. Oh, tenaga untung durian runtuh kerana harga minyak jatuh. Oh, first quarter 2.35 bilion. Keuntungan satu syarikat sedikit saja kurang daripada bajet diri saya. Tak ijen kong sesuai dah cik. Sangat是因为油电价，马币贬值，他赚钱。这样的恒大赚大钱，人民亏大本，就是国政的经济管理，经济的哲学，大道它稳赚，买一季它稳赚，Best Net它稳赚。现在的德纳克也是一样，这就是拿去管理的马来西亚。尤其的时候，他说啊、哦，现在成本高了，要起价，现在油电了。 从东姑开始到现在，好像还没有看到比那届最衰的首相，然后衰几个十岁。你看去年2014年，不知道是马来西亚撞太岁，还是那届鸡撞到马，这是太岁。哎，你看，我去年世界上只有6宗空难，阿尔及利亚1宗，台湾1宗，如果没有记错，韩国1宗，哦。 其他的3宗都是关照我们马来西亚，世界上有6架飞机掉下来，有3辆不死，这么不好彩，两百多个国家，我们占了世界的50%，你说够不够衰？当然可能这不是南京的错，但是这真的是够衰，对不对？所以我们华人现在庆祝农历新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新的一年，平安，安啊。 哦，马来西亚今天种族关系紧张，宗教不和谐，好，这一个恐怖分子，马来西亚来参与恐怖分子，主要是因为政府姑息养奸。如果一个好的领导，就应该做而言，起而行，讲道做道，有料到，不是南京这样讲道做不到，谋料到。